来 ，Give me four， 一二三，耶！刚才其实在整个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的老板队完成的是非常的不错。其实我觉得作为老板是有很好的判断能力，他知道说在这一关该注意些什么，掌握什么样的方式方法。但是接下来我就不知道员工队你们是否有老板的这样的判断能力了。你们要出发的这一位请做好准备到起点。有信心吗？有。好，那准备，男生八十秒钟的时间，准备开始。好，第一关，我们的鲤鱼跳龙门完成的不错，壁虎墙。看来我们的员工在这一关的时候还是觉得他的腿脚是比较有力的，看来经常跑腿。好，来到了云中漫步，同样是选择了站立。哎呀，加油，要从起点开始，你还有52秒，不到一分钟的时间。来，快快快快，时间。还是第一关，鲤鱼跳龙门，来到了壁虎漫步，壁虎墙，来到了壁虎墙。在这关的时候要看一下你的手脚的协调能力，来到了我们的云中漫步要看一下你的平衡感。其实可以选择别的姿势过都可以的。好，漂亮，翻山越岭，腰腹能力怎么样？还有17秒，你没有时间考虑了。好，17秒钟的时间，赶紧的，马上马上马上过，快！还有12秒，10。好，五四，快快快快快快，赶快！一，啊，走！太帅了，太棒了！来 ，give me four， 耶！哇，真是有劲啊！平时做什么工作？卖衣服的地方。哎呦，就是哦，您是导购了是吧？卖衣服，平时是有经常跑腿吧？应该。差不多，但是在学校里面。篮球打挺好，之前在学校打篮球打得很好，所以说最后的时候心里这个素质还是不错，最后一秒钟扔过去，我们这边兴奋得很。但是我觉得在刚才的过程当中，你觉得其实接下来队员比如说要挑战的时候要注意哪个环节？就是那个有点不稳，应该我感觉是踩在中间过去，踩在中间，一个脚踩在中间过去。好，双方都要听好了啊。